本期讲解一个百家号最新搬运玩法，单号月入5000块，可以批量矩阵操作。项目就是百度的，就是在百度这个百家号上发布视频，有流量就有收益，然后我按照我们的方法来进行二创搬运，就可以获得收益。课程内容包含这个项目的介绍、小花花使用流程、怎么找视频、配音剪辑、发布、总结以及补充，都有详细的讲解。视频不是特别大，但是讲得非常清楚了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收益图，最新的都是短视频广告分润，就是短视频这个收益，1000几十块钱，做得越来越久的话，大家看看1100块钱都是可以的。还有需要用到的软件都有这个提供。如果需要本条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百家号最新搬运玩法，就可以下载本条教程了。